衣服包括袜子都脱掉，好吧？然后换上我们的衣服。撤。啊，谢谢谢谢啊。没事没事，美女。到底你脱这儿是脱了干净不干净意思？不怕不干净。女的，还有，你往那边看，马上，是吧？来，刘哥，拿好了。这个我觉得也，这个也是属于就是颜色呢，但是确实有点村姑了啊。嗯，把它往仪态上再走走，那就换一趟那什么吧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俩如果是政工干部的话，索性把他们俩就弄成那个淡黄色的那个军装的，对，淡黄色军装的穿了，军装的穿了一部分。什么叫穿了一部分？就是其他的人员，其实就俩就行。他俩如果说，要不然他俩是算啥呢？如果他俩是政工干部的话，就是那个武装干部的话，就他俩是那个淡黄色，很明显的。然后那个儿子是穿的那个咱们农民褂子，看那个，这俩就那个，其他就围观群众了嘛。哦，我以为是那个解放军那波是。不，他们就应该就是说，他们是村干部。啊，那不，那要不他们要是连的话，连那个大祠堂啊去收的，那就是都是那个解放军干部嘛。要不然那些解放，那他俩联系嘛。那我们这没有那个这么小号的军装，军装都大。军装都大。那几个人跑着跟着看着走啊，那几个跑出来的人跟着走呀。走，就穿着他姐妹很紧，跟着第一个男演员。
这是重点，特别之一，特别之一，你详细啊，你详细我这怎么做？一详细就出，一详细就行。是，拍子之前抽一下，咔一拍完。我平时不抽烟，我平时不抽烟，我平时不抽烟，坐那儿你一直给我烟。啊，咱做了个习惯，不给烟不接还不行，是吧？点了谁呢？啊，点了谁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老师，我再也不。抽不抽我接着、下一身冷汗，我突然不热了，我大太阳晒的。刚第一步一走，赶紧把鞋踏掉。对，我一想这不能停啊，就紧脚就光就刚就这走着了嘛，不能接了。有石头吧？有啊，咱没有，还沿着膝盖出来了，一推一滑，沿着膝盖出来了，够丰富。对啊。脚型自然就形成了嘛。啊，还有个啥扎了一下，把脚扎了。在这一边太落魄了，是真的落魄。鞋也没，钱也没，啥也没。师傅，等会儿还拍戏吗？啥呢？我说等会儿拍戏吗？拍啥？就没有了是吧？现场。就您就随意组合一下，然后能让这个光打进来，然后这边反射到桌子上啊，或者就这样桌子上或者是地上这样物体上就可以。嗯。愤怒感啊！皱眉。开始。皱眉。走。走。着急点，着急点。去眼动。哎，慢点，来，过去，这边，哎，抓子一个。
又来一个。放下。刚才怎么不一样了呢？怎么把爷爷挡，这树把爷爷挡成这样了？为啥呀？然后那个姐姐就是家眷这个站好位置。停了啊！在外面在仓库在后面坐。收到。哎，好，来再来一次啊！平衡洞。哎，慢点，放的。哎，弟。上一部地理现场也是他，对，上一部我们现在这两年一直在中国工作，没有他回去完了以后呢，为了这个戏，早早就过来隔离，从这儿来隔离了好长时间，对，应该是好像是五月份就来，隔离28天，14加7，到了这边又加7，7加7，最后才把他放飞自由，6月份就。认真，做事情认真，拍的也很漂亮。把那个票箱整个端过来，端到我这儿来。不接，不用了是吧？哥啊，对，把如影拆了，然后咱们上去把吸盘一摘，然后就把整个管拆掉了。好。你看啊，你已经上他，那你把这儿摘了，看看那边的。对，把这儿摘，我放这儿，放这儿，贴边去。对，贴到这儿。大哥，你来，大哥，下来，立起来啊！立起来，下来了，我刚上来的，我把大力胶先扔地上了啊。哎呀，太棒了。
我告诉你，专门找这个穿帮的，今天找的不好。帮的。对，开始。回来。车流有好多人，慢慢从那边走。收工。收工了。哦，谢谢。